陈海琳由出道以嚟都一直以长发示人，不过一向中意挑战新造型嘅佢，日前就喺社交平台上载咗一系列短发造型嘅靓相，并写低话：旧年影咗一辑相，当中有个造型一直都未出，就系呢一个复古1950年代造型。佢就更加话，除咗可以感受一下荷里活魅力之外，仲可以体验一下剪咗短头发嘅感觉。而我哋就可以由相入面见到，佢以一头复古短发配搭吊带衫，更加趴喺床上面摆出无眉姿态。有唔少网友都留言指佢嘅新造型令人眼前一亮，更加同 Blackpink 成员 Lisa 撞样添啊！